喂，安娜，你吃饭啊啦？你无来斗三工哦？好啦，哎，等下等下，我先跟你讲，我做一个决定哦，我店面无要卖，要重新开一间店。嘘，较细声的啦，没啥，我想要做假的呢。做假？嗯，真好啊！啊，房子这么难卖，你本来就是用熬做假的吧？也是讲哦，先莫甲阿妈讲哦。那是当然的，我就袂讲咧。啊，不过店名你想好了？那我才紧啦，我才做过店名咧。啊，不是啊，我们店名可以先想嘛，然后我们的装潢跟设计就可以融合在一起。含笑食堂，含笑食堂。你都够个怂嘞呐！那我用个店名，我想不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害羞？我们可以跟阿公一样嘛，就是卖一些台湾料理啊，三杯鸡呀、什么什么五花肉啊之类的，好、你在讲啥？妈，厝外卖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做生意啦。做生意会用的，卖价不准。妈，我还严重呐，对不？妈，妈，我只是想讲，要找一项我会用做的代志。你嘛知影我爱煮菜啊。你是唔知啊，小？你爸爸就是伫遐间店实在做查某，你袂记念？我第一件店是我在委屈，我当然嘛会记你，会记你你管的，一家人的这个事是无法度改变的嘛。爸爸做唔到代志，人有法度记啊袂记你，你管是黑人一世人无法度承担的呢。伊咧破病，你要去看伊，我当你无法哩，即嘛是安怎？连你要做啥，我都你袂调哦！我要重新把老店搁开起来，你要甲爸接回来。我希望妈你会当答妈，你哪会买安尼对待我？
赶快叫阿妈。等我做好了啦。甘蔗一定要开掉。你明知影滚油入鼎，一讲讲出来就爆炸啊！鸡拢抬落啊，无见你煮，一个臭臭的呢。我啊，我唔知阿妈伫咧外口，所以才讲互伊听到。无差啦，早晚哦，都拢爱讲讲出来。对啊，早晚要过这关的啦。啊，你嘛看到吧，伊即马需要人照顾，敢当过这无快？听着嘛好啦，万一阿妈是坚持，袂当予咱开店，阿妈无爱予阿公回来，要安怎？哎呀，啊，这着老小姐甲尤小姐的战争啊，恁两个哦有拼啦，咱哦就先甲边仔的，莫去扫着风台尾。舅舅。啊！你敢不是阿公的囝？我是阮妈妈尤小姐的囝。即马分什么刘小姐、杨小姐啦？不是顾家己就好啊呢？他们两个的立场无同款嘛。阿妈是阿公的某啊，阿姆公妈是阿公的查某囝嘛？哪有查某囝放下家己爸爸的意思？阿嬤已經來做一年了，當時不是阿公我來做他走，只說一聲要把財產給阿嬤，他就不回來了。我跟阿嬤也不放棄阿公回來了。一個男人叫一個男人，中西的是人跟錢，你哪是錢？阿嬤呢？就可怜了，一定就伤心了。嗯，无人走啊，连钱都赶赶去，唔得搁较过分。哎，饭还袂好诶，先食鱼干会当。无饭袂晓煮面线啊，紧啊！妈。阿公，物件放咧用，人放咧枵哦。安尼要食面线，莫甲我讲话啦。不对啦，摕面线啊！哦。啊，要配沙汤。哦，我想要青菜啦，拢会用的。